怎样你来写信来人冠军老师好，冠军你的律动好棒哦，你真的就是一个很可以跳舞的孩子，然后虽然说舞步没有特别的复杂，没特别复杂的舞步，但是你的歌声又配合到这样的律动，我觉得都没有落魄，非常的不简单。然后呢，你的歌声 也配合的搭档的非常好，因为你的歌声本来就很清凉，所以我觉得都很棒，两位都很棒，头痛的是我们这些评审老师，你们真的都很棒，谢谢老师。接着有请子红老师讲。冠军，冠军今天哦，今天你也很厉害哦，你整个人非常，你们两个是完全是不同的，冠军就非常的有弹性，整个人就很不管是你的动作还是你的声音唱歌的方式就非常有弹性，我觉得是完全两个非常鲜明对比，而且你的你今天的高音很亮，然后听起来不会有压力，我觉得很不错，都在进步，很棒，谢谢老师。